Hello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妹妹来了，谁啊？什么妹妹来了？这只可以靠外乡人战术等他死，怎么说？毒死他吗？啊！你去战佛像那边，让他去采毒。我等一下先到，先把这边的小兵杀一杀，再去看。他有够血吗？哎呦哎，中毒了！他那是中毒的意思吗？卑鄙外乡人打法，好爽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，痛！我想要去尿个尿，等我一下好了，我去尿个尿，等一下回来。我可以杀他了吗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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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是哦是哦。哎，他怎么不扣血了？哦，有，再扣。哦，再中毒了。海林感觉他越来越虚弱了。史上最精彩，绝无仅有。我还可以滑手机呢。哇塞，这个实况主居然使出他的手机念力。对这个妹妹造成了持续性的巨大伤害，哇，实在是太 amazing 了，太强了，哦，赞叹不如，哇 ，Oh my god， 太厉害了，啊，现在有72位观众呢，正在看我使用念动力对他造成伤害，哇，这个实况组绝无仅有，妈的太强了，史上第一人使用念力惊人的打法。举世无双啊！老头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哎，对不起哦。哦，抓个痒，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哦，虽然我会念动力，但是也是有血肉之躯的 啊，还是需要找个地方保护一下我自己啊。现在在等血流完嘛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准备要超度他了。他在哪里？人呢？靠北，他在哪里啊？靠北，他在哪里啊？我操嘞！我看到，干你老师哎！妈，林北搞你扁，嚣张是不是？我已经练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佛山无影脚，干你老师哎！看你不爽很久，我操！妈的，你以为你的招式奈何得了我吗？啊，你跑去哪里了？妈，单挑，小废物。太赞了！